到今年底，香港天后梅艳芳离开我们就整整十年了，斯人已逝，芳香仍在。7月16日，为梅姐设计了临终华服的香港著名设计师刘培基，就为挚友大办纪念展。梅艳芳爱徒何韵诗也亲自到场，与众多艺人一同缅怀梅姐生前的点滴。而现场虽然有中门大开，却只露出一马平川的周迅、高贵老牌女神赵雅芝等耀眼星光。小编还是一眼就看到了躲在人群中的郑秀文。您这又戴墨镜又躲闪镜头是为什么呢？直到看到了在人群另一角的许志安小编才明白了缘由。不过这情侣同台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如此低调真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啊。可能因为他跟我都怕今天主角是他们嘛，他们两个嘛，那所以就避免那种误会一种场合，所以我觉得也是一种应该要做的那个态度。这不解释我们还真要以为全程无沟通的俩人又闹上分手了呢。而许志安自然也不敢怠慢，立刻自曝他与女友间的趣事做补救，力争二人私下的感情和台面上的工作完全不挂钩。我今天我知道他会来，但是我们是有不同的，就是在不同的化妆时间嘛，那所以当然是不同的时间来到这里。有一次更搞笑的是，诶，你明天要出发工作吗？对啊，你去哪里啊？我去内地啊。啊，我有去内地，你去内地哪里啊？啊，我有去内地。哎，我们是做同一个 show， 所以很奇怪，我们通常都是说说笑笑，讲其他别的都不会讲那些在工作上面的问题。依我看，许志安你还是顺应粉丝的呼声，早日把婚事办了才踏实呢。